转马甲的你已经大洛杉矶，吹着风和你看车窗的风景，看星空就躺在好莱坞山顶。 You don't know that just the you and me。 转马甲的你已经大洛杉矶，吹着风和你看车窗的风景，看星我们地上怎么点对
才了解到一个全新的设计师 Matthew 来到纪梵希以后，能够感觉到整个品牌变得更加有活力，然后更加年轻了。对，然后刚才有过介绍一点，就是看到了很多一些很有个性的一些那种金属的配饰吧，对，还有一些涂鸦的印花，非常的好看。对，你想象中的纪梵希男孩是什么样子的？纪梵希男孩我觉得就是会是很时髦，然后有个性，别具一格的吧。就今年拍了三部戏，还参加了我们的歌演戏合唱歌，更喜欢哪一个？演戏合唱更喜欢哪一个？我觉得就是表演和唱歌都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事情。对，然后就是干，就是在做什么的同时，就会比较更加去享受正在做的事情吧。对，都是自己的。方便给我们还有粉丝透露一下最近在音乐方面的动作吗？音乐上的动作啊，就是去年就一直在说会有EP发EP嘛，然后确实是比较抱歉，然后因为一些原因一直在搁置。对，然后但是其实已经是做好了一些准备的，就是还没有发出来跟大家见面。对，我们采访结束。好，谢谢。辛苦老师们，辛苦辛苦。
拍到了吗？我对月亮许愿，希望你永远快乐，真诚。看我这一眼，看我这一眼，看这里。